那他们应该是今天的第一次出赛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看到负四十八的寿山跟锦和的对决啊，瓦扎利，瓦扎利，陈宇慈啊，来了一个瓦扎利，赢的是第三名，可以一直往上挑战的。这场比赛，林昀君对上陈宇慈。跪丢。大磊哥。败部的冠军。三角了，翻得过来吗？对，翻推过去，翻不过来。力量不够。这个控制脚有没有？你要有施，你要有出力的空间，就是你脚把它夹紧，然后对方没有防御的能力了，他容易就被你拖过去。你都没有夹紧，又回到我们要讲的，你把动作做出来，可是你都没有控制，好可惜，好可惜。所以一直被判一个犯规，攻击太少，攻击出来两个半胜和一胜，恭喜陈宇慈。好，所以陈宇慈这边有挑战权了。